就是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还是跟那湖南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嘛，第一个啊，枸杞。但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Udas pipi udasi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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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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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io, udas pipi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吧？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就这样吧。我念让你迷上。哦，什么？我念让你迷上。不打是比一比。
我们要比那个业障。问一下，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嗯，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谁会？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就都还没开始上课。对，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找回来那些。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后龙镇新社。新港社。新港社。母语怎么会？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哦，之前没有。但是有组成单位，推一些文化就对了。有。然后母语就是比较晚才弄。对，因为我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群，所以我们昨天有去八百族，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可能我们几率，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道卡斯族。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耆老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的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一直拿酒杯那个男的那边，穿雨鞋了。男的是他了。加班车啦。我本来就是班的。
他会胖，对不对？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火车误点？他说轮胎被放久了。带回去，冬天到了。现在开始要晒干架。冬天快到了，不知道哪去晒啊？你看每天打造没有再去知道他是找小黑的。来啊，这样子啊，聊罢了，种菜的啊，那送的。水要喝，要拿人家的心，不是跟你心念，没有跟你讲过。他要说，他要翻那个，你很慢，糯米饭，他要把它放桌上。太阳名字叫余浩。哪一组？太阳组。住哪一村？二村。哪个国小？二国小。几岁几年级？八岁三年级。好，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啊、好，谢谢哈。你会 B-box 哈？那就开始表演哦，来呗，开始。很好，看这边，看这里哦。问你敢不敢再说个人的爱我，想要这样为爱习惯，到底是会怎么想？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光之后那段路暗淡。不计数那奴婢，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碧柳呼吸不那暗淡。一大碗鼓声啊！
巴扬吉勒拉伊达亚古辛啊巴扬吉勒拉伊达亚伊玛巴扬吉勒伊苏舍外巴扬吉勒古巴莱伊苏阿苏扬巴扬吉勒拉希本阿善德玛罗姆Bayu temalung sekarang kuzing. Bunga sayusuh. Bunga sayusuh. Hua supaun. Bunga sayungmu. Uda si pipi, pipi uda si, uda si pipi. Udu sayung tuan.乌达斯比比，乌达斯比比，比比乌达斯，比比乌达斯，乌达斯比比，比比乌达斯，乌达斯比比。有吗？有也有，刚才有喝了。谢谢。啊，这个是要当金马奖的导演。没有去那个吗？这个跑不起来，慢死啊！等一下，你看我打过。这个是我的车。对呀。那边经过了，不要紧，上来。给我这边收着。来，来加点水给我，小雨。水。这是干净的。来，开水。嗯。好，冻吗？冻吗？加点稀的。嗯。要冻它吗？再冻它。台语叫跨山小啊，对，那个要怎么讲？大雁的小酒馆嘛，米大几包沙丁，他有没有？看米大就是看，酒馆就是山嘛，几包就是小，对。不好意思怎么讲？沙肉也可以，对，沙肉。
那个歌仙，台语歌仙就是很做作，怎么讲？做作，很做作，很假的。杂告假，妈妈应该都知道了。杂告太嚣张了，不行了。就跳蛋照吃面饭怎么讲？跳蛋哦，比赛法技能弱。跳怎么讲？跳跳那个比赛呀，对比赛都没错。比赛法技，法技是蛋啊。成年人可以问，我就是哎，你刚刚讲那个男生自卫打手枪怎么样？哦，对啊，你一个爸爸就是。对啊，月经要怎么讲？月经哦，拉木，我到拉木啊。那广告是那个好自在卫生棉，卫生棉要怎么讲？好自在哦，不是卫生棉要怎么讲？卫生棉。不拉手慢，好用。那个小朋友的尿布要怎么讲？也是我洗面啊。舌吻怎么讲？垃圾。垃圾哦，技术。那是日本话。欧贝弯啦。啊？欧贝弯啦是什么？要走了吧？要去了。啊？要去了。去了。要去了。那我爱你呢？哦，那我爱你最会的。守夜米数。对。啊？我爱你怎么讲？守夜米数。神经病，那个要怎么形容？雷棍怒。雷棍。嗯。雅盖登陆。雅盖登陆是头脑不好。雷棍。那个不一样哦。雷棍啦。那你怎么那么笨？怎么讲？母将，鸡飞狗跳。哇，鸡飞狗跳。鸡怎么讲？鸡嘛。大啊。飞。飞是哪嘎？对啊。狗。吼音啊。跳。跳是那个哪路啊？那个。抖爆啊。对，抖爆抖爆。不是骂那个贱货，假如就是贱货要怎么去形容？那个哪路啊？那个什么手干。手干是臭是味道。不是那个不是这个闪亮啊，最不好听。闪亮是不好听。闪亮是什么意思？闪亮就是那个最不好的。很快的意思。好，来讲了，拍我，呀，该比比呀，这个手干手干。香肠怎么讲？嗯，香肠。香肠啊。没有，人家喜欢。香怎么讲？香，很香怎么讲？手干的嘛。那个猪大肠怎么讲？哦 ，wish， 你们那个很痛怎么讲？阿盖哇！那如果像那个成人影片里面哈，他日本那个一堆一堆，那泰话怎么讲？阿盖，这看我讲。如果说那个，像那个有泡面叫真爽嘛，很爽那个很爽的泰话怎么讲？拉，不是，拉长一点，拉。不是很痛，是很想。你要加这话就加拉。本拉，你们本拉是很好的意思，这样子。不是吗？是这样子，好吧？呜。家务那就不是外国人了。不要了，这样我叔叔看到我会闪。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斗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那你不是要摆桌子？没有啦，等一下才摆呢。等一下，我放狗桌，那狗一口锅，一口锅就这样放上去了，不用放桌子。你要再放大点人呢。还有一个菜呢。不要，我今天起一锅，我先起来，上面有东西啊，我要上面过来。没有问题。Thank you.
看喽，到处都看了。到处出来喽。哎，我们去大帐篷好吗？我们的。刚刚看到，人家是光顾上海，刚刚放的。我光顾吗？光顾下来了，刚刚从家里穿过来。他早上是王军的话。对，是不是啊？没有吧？晚上票票，我来上海了。哎，那边有一个洞，啊，哎，这样不要接了，有一个洞走一走。因为那个东北鸡公鸡肉啊，它一直笑，它没办法，它没办法拉扯啊。搞不好我们这边都不会啊。不登录了吗？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我说估计是200%。我们不错，在我们这边啊。超还没有超过，这个超强的，超强。哦，你呀，适合你，准备开锅。对呀。前面是几个几个几个哎，有谢谢的组长。不知道是这样。哎，对。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
五大师比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不一呢，我们又不弄哎，你讲。哦。讲到这样，还有我来去睡那个仓库。我跟你讲，你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跪了跪了，阿光你来，你进来坐。啊，他都是这样的，太调皮了。今天加班车多了差不多40班次，要点名的啊，站票那个没有没有要叫什么我也说要拜要拜天呢，一个小桌子，来叫辣椒的怎么样？你们上去了。我去了，没有了。来了，没有了。不要讲了，没有了，讲了。不是，哎，那个别墅里面要摆好的呢。啊，那个。那个阿美摆好了，那个要照，那个要。小鬼，来，天而已。这个叫哈哈哈哈哈，原住民的。吃这个起跟那个哈哈，原始中一点对，完成下来就说没有其他的菜了，就光吃鱼啊。要要要。生气哈，他那个闽南语比较通俗的是干干你娘，那个要怎么翻成翻译成什么？干不服输，干不服输。那个靠北就是指哭爸爸哈，靠北要怎么翻？人民是大马，啊，人民是大马，哭怎么讲？人民是的啊，人民是的民是，嗯，然后那个。靠腰怎么讲？腰就是肚子饿，哭肚子饿的。靠腰，哭肚子饿。对，哦，我的名是欧雷。那个，
号击败要怎么翻？跟我们去那吧。平静。你看，那个华山小怎么讲？啊？华山小。完了，单手。啊？华山完了，单手。啊？华山完了，单手。那个保险套可以怎么形容？你用又说那个鱼的话叫嘎巴，嘎巴乌德斯，嘎巴乌德斯，那就是嘎巴，嘎巴是鱼什么？对。如果有那个套子的这个形容词，这个字吗？套子，好像没听过呢。那那个打手枪怎么讲？自卫。米巴乌德斯。啊？米巴乌德斯。伊宝的。是米巴乌德斯。是米。是米巴乌德斯。好，打篮球。那那个如果说口交要怎么讲？我们都得是，但是但是干是嘴巴吃啊，但是哦，那女生的要叫你干闭嘴，闭嘴点，闭嘴是舔那个舔那个、啊，那个如果说他有那个卫生安全宣导哈、哦，做爱要全程使用保险套，德鲁普话怎么翻？哦，那现在么多还有阿德斯卡班啥？对啊。好，讲那个男生很猛，很猛怎么讲？特别啊？哎不啦，大家不啦？哎，厉害的意思。哦。那如果说那个如果说那个男生做爱很厉害怎么讲？大家不啦怎么回事？好。做爱很厉害，怎么讲？德布拉德莫皮做爱很厉害，怎么讲？德布拉德莫皮蛋。好。还没有。
¡Gracias!